中秋节快到了，业者又推出了豪华中秋烤肉组合，包括像知名的干杯就一口气推出六款烤肉组合，还有另外呢是乐轩松板亭也把礼盒外观设计成是樱花树跟富士山的图样，主打好吃又好看。油花均匀的牛五花一放上烤盘，滋滋作响，鲜红色泽瞬间变得金黄焦香，软嫩 Q 弹的肉质逼出阵阵油脂香气。迎来中秋连假，餐厅业者趁势推出奢华烤肉礼盒，一盒直接打包带走。日式风格的木盒外形典雅，内容也诚意十足。布满细腻油花的日本 A5 和牛牛排，7000元油炸，满足肉食控的味蕾。就是看着今年中秋自烤与送礼商机，我们推出就是六款日本 A 牛和牛的礼盒。今年满期非常的热络，其实很多民众很早的时候就在询问，目前业绩已达去年的两倍。中秋顶级和牛礼盒来尬场，乐轩松板亭也重磅推出两款精致礼盒，粉嫩和牛直接摇身一变成为樱花树与富士山，飘散满满日式风味，两款同样3000油炸。美孚市集不遑多让，不到7000元的价格，美国极黑和牛、日本北海道干贝、蓝钻虾，通通吃得到，送礼自用两相宜。就不用想要去买什么，或者是吃到比较好的肉，也不用去 Costco 或全联在那边抢，就直接一盒带回家，也很棒。还是会想要在外面吃，但如果有礼盒，比如说它的 CP 值不错的话，其实也会考虑。一家烤肉万家香，锁定这波中秋商机，在家烤肉超级夯，各大业者推活动及优惠，有望带动一波烧肉经济。记者黄志杰、张晨彦台北采访报道。